经常常讲百味饮食，它有典故的。啊，吃饭的时候是100道菜，这从前皇帝的。啊，皇上的饮食是100道菜，不管他吃不吃，他每一餐是100道菜的。叫百味饮食，你的物质生活跟帝王一样啊，也不需要人工啊。你这一想，东西就在面前，那吃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真的吗？真的。为什么是真的？科学家告诉我，能量可以变成物质，物质可以变成能量。啊，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把物质变成能量，就核子弹就是从这发明。可是能量变成物质的时候，先做不到啊！知道有这个可能，做不到啊！极乐世界做到了，是今日勉强安那，初念呢虽得消息，细念从未暂止啊！这我们现前同学们呢，读这个文的时候都能够理解啊。都能够肯定啊，所以这个事情勉强不得啊，越勉强越麻烦啊。所以佛很有耐心，一点都不着急啊，慢慢来啊，踏实。常戒染污，养成这烦恼习气，菩萨也能常戒的把它化解。啊，我们如果在这一生把机会抓到了，什么都放下了，一心念佛，真的往生净土了。是不是这一生就开始的？不是的，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看到了，过去生生世世都在学佛，那学了多少事了？这一生成功啊，脱离六道轮回了，那你就感到非常幸运，你会很感恩阿弥陀佛。那为什么呢？如果不是这个法门。你要搞其他的八万四门的任何一个法门，你这一生绝对不能成就啊！为什么呢？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放下烦恼，你才能上升。这个法门不必啊，烦恼就不必放，就容易了。啊，实现他的。跟阿弥陀佛跟定了，一步也不肯舍啊，这就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你看这执着啊，啊，所以净宗不怕执着，执持名号，你看执着啊，持是保持，不能失掉啊，坚固的执着，执着阿弥陀佛。其他的都不要了啊！这种人呢，往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好啊！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宝庄严土没差别，都在一起呀、啊！啊，当中啊，没有空间维持的障碍啊，我们这个世界有。啊，那边的世界没有啊？为什么没有？空间维持的障碍是从分别执着来的。你分别执着没有了，这个障碍就没有了。那我们这个分别执着没断呢？这个习气不是带到极乐世界？没关系，
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没有分别执着，一到那个地方去，很快几天就习惯了，你那个分别执着习气也会放下。为什么？这个分别执着是因为你想得的东西，你的欲望啊，你得不到啊，你才执着啊。如果一切你所需要的，你念头一想就来了，不要就没有了，你看这个多自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愿加持你啊，你到极乐世界你想什么都有，你通通能得到啊。古德常讲啊，思一得一，思十得十，不需要人工的啊。衣服不要去买衣料，也不要裁缝啊，这一想就穿在身上了。那想吃的时候，百味饮食，在经上常讲百味饮食，它有典故的啊。吃饭的时候是100道菜，这从前皇帝的啊，皇上的饮食是100道菜，不管他吃不吃，他每一餐是100道菜的。叫百味饮食，你的物质生活跟帝王一样啊。啊，也不需要人工啊，你这一想，东西就在面前。那吃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真的吗？真的。啊，为什么是真的？科学家告诉我，啊，能量可以变成物质，物质可以变成能量。啊，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把物质变成能量，就核子弹就是从这发明的。可是能量变成物质的时候，先做不到。啊，知道有这个可能，做不到。啊，极乐世界做到了。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他不需要用仪器，他用意念念头。啊，他心想要什么东西，能量就自然变成物质，他受用，受用不要了，这物质化成能量，物有了，不需要出场啊。啊，他们居住的宫殿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啊。啊，要什么有什么。啊，没有出场时，你说多自在。所以在这个环境你住下去之后，你的妄想慢慢就没有了。啊，你还想要钱吗？要钱要多少有多少。啊，你要黄金，人家黄金是铺地的，铺马路的。啊，你有没有把那个马路柏油的时候放一堆摆在家里？啊，我相信你不会啊。这什么呢？我们这黄金太少。稀有金属，它那太多了，啊，你要七宝，啊，一颗小小金刚钻做个戒指戴的人很美，人家那干什么呢？人家大块金刚钻是建筑材料，啊，是盖房子用的材料，所以到那个世界，对物质享受那个贪心马上就没有。啊，由此可知，极乐世界的资源是多么丰富，太丰富了。啊，这资源从哪里？自信里的。我们这个世界也有，跟它一样的丰富。啊，我们这个世界七宝变成什么东西啊？
变成沙子，变成泥土。啊，这学科学都懂啊，变成这个东西，为什么变成？念头不善啊，起了贪嗔痴，所以自性里面的珍宝啊，都变成了染污啊。大乘教里有一句话，大道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届时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上善啊，我们念佛要修善啊，不修善还有贪嗔痴慢，念佛不能往生。啊，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啊，发菩提心，还得要修菩萨六波罗蜜。啊，以这个功德回向净土，才能得生。啊，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贫穷，他没有修六波罗蜜，他怎么也往生了？你细心去观察，他虽然没有修，他六波罗蜜圆满了。啊，布施目的是断贪心，他虽然贫穷，从来没有布施过，他对这个世界没有贪念，这个布施波罗蜜圆满。持戒是破恶业的，啊，他念这句佛号不再作恶了，他持戒波罗蜜圆满。啊，忍辱是对成慧的啊，他心里对一切人、对一切事没有成慧心啊，再也不会的时候埋怨人。啊，精进念佛不懈怠，啊，禅定一心一意，啊，智慧选择这个法门，一点不怀疑。你想想看，一个老太婆，一个字也不认识，啊，通通具足，跟经常讲的相应的，你细心去观察。啊，经上所讲的条件，他统统都去做。慧能大师见性，释迦牟尼佛见性，身体还留在世间呢。这在佛经上叫有余依涅槃。啊，涅槃是说他自己证得的境界。啊，见性。啊，见性就是证涅槃，啊，入大般涅槃，这些啊，见到了，见到的身体还在呀，这现象还都存在呀，那是什么？那习气没断，习气没断不要紧，为什么呢？他在境界里头啊，已经不会起心动念了，习
情人，倘若错认，便云相应，那就大错了。啊，行人就是念佛人，在这指念佛的，修净土的。啊，初念，啊，稍稍泄了一点，信念根本就没停止。信念要是一断，好了，常寂光净土现前，啊，就明心见性。那信念断了，啊，自己知不知道？知道，清清楚楚。啊，真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不但人间，天上，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全放下了，那是细念断了，啊，只要一见性。永远不会退转，啊，慧能大师见性，释迦牟尼佛见性，身体还留在世间呢，这在佛经上叫有余一涅槃，啊，涅槃是说他自己证得的境界，啊，见性，啊，见性就是证涅槃，啊，入大般涅槃，见性了，见到了，啊，见到的身体还在呀，这现象还都存在呀，那是什么？那习气未断。啊，习气没断不要紧，为什么呢？他在境界里头啊，已经不会起心动念了，永远保持这个境界，啊，也不退呀，啊，三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初住菩萨正三不退。啊，他有习气，啊，所以净宗阿弥陀佛本愿里面说的，啊，第十九愿，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了不起啊！啊，阿惟越智是阿惟智，圆正三不退，正三不退上加个圆字。啊，初住菩萨正三不退了。啊，不能说圆，圆是什么呢？习气也断了。啊，那大乘教里佛告诉我，七地以上。八地正无生法忍，七地是圆正三不退，跟八地菩萨差一个阶级。净宗称为难信之法，就难在此地呀、啊！谁肯相信啊？啊，你是个凡夫啊！念阿弥陀佛，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得到这样殊胜的果德，这些相信
啊，我们现在搞清楚了，不是往生真的就提升到这个品位，不是的，他还是凡夫，他烦恼习气没断，只是辅助，那个地方没有缘，所以虽有种子没有缘，啊，他不会起现行，啊，这环境太好了，啊，道理在此地，啊，智慧。断难啊，到极乐世界就有能力跟十法界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就有能力像佛菩萨一样应化度众生。能力从哪来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是他自己啊，他要慢慢修，修到圆初住菩萨了，到那个时候了，那就是自己的啊。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那是阿弥陀佛为神加持的。佛力不可思议，这法门叫二力法门呐。啊，所以不是相应，是佛加持。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大悲慈父，这是讲的阿弥陀佛啊，心无缘之慈，垂自奇妙方便法门，直方立相，摄心专注，即此妄心持佛名号，念业名号，换除百千万亿妄念杂念，念得纯熟，乃妄能所，心无所住，佛号分明，暗合道妙，便其金刚般若经无住身心之妙地。念老这段话讲得好啊！啊，这是阿弥陀佛。无缘大慈啊，传给我们这样一个方便法门啊，比起任何法门都方便，再找不到更方便的，就四个字：阿弥陀佛了。你那个心里头真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忘，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真有，你就成功了。那念多久才能往生呢？果报才能现前呢？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我们去看看，一半以上啊，大概都是三年。那个杂念妄想是在造业呀，这很多人不知道啊。我没做坏事啊，动一个恶念就造了。所以持名念佛的时候，只叫你不起恶念。不但恶念你不起，六道里头的善念也不起。你起善念，感得的是三善道的果报；恶念呢，是感三恶道的果报。善念、恶念都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一句阿弥陀佛，六道轮回里头没有。啊，他不在六道，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得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念佛？念佛不造业了。啊，念念是阿弥陀佛，这叫净业，它跟西方净土相应。那么这个地方特别，我们要留意的，这里的一句话：
啊，这都好懂啊，指方立相，摄心专注，啊，即此妄心持名，持佛名号，说念一佛名，这念阿弥陀佛，换除百千万亿妄念杂念。这句话重要，那念佛什么功德了？这就功德，真实功德。不念佛的时候，你有妄想，你有杂念啊，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你就不会有妄想了，就把你的妄想杂念念掉，这叫真实功德啊。那个杂念妄想是在造业呀，这很多人不知道啊。我没做坏事，动一个恶念就造了啊。所以持名念佛的时候，只叫你不起恶念啊，不但恶念你不起，六道里头的善念也不起。你起善念啊，感得的是三善道的果报，恶念呢是感三恶道的果报，善念恶念都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一句阿弥陀佛，六道轮回里头没有啊，他不在六道，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得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念佛？念佛不造业了啊，念念是阿弥陀佛，这叫净业，它跟西方净土相应，所以一念佛号与佛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我们回头想想世尊在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本来是佛，现在念念都是佛，他怎么不成佛呢？啊，在十法界里头取最高的果位，佛果还要超过，因为十法界他还没出十法界，念阿弥陀佛超越十法界了。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超过了十法界，这个事实一定要知道啊，接近啊，啊，稳当啊。所以能信能愿能行，这是无比的智慧，不是真正觉悟，真正真实智慧在这一生当中他不会取这个法门。那念到成熟的时候就入不二法门了啊，乃往能所，这个能所就代表相对啊，能所不二了啊，心无所住了，不住所念也不住能念啊，能所都不住，可是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境界叫暗合道妙。道妙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句话，无住生心啊。为什么说它是道妙？慧能大师在这一句开悟的，
啊，我们中国俗话讲呢，在这一句里头得到的啊，五祖仁和尚给他讲《金刚经》啊，当然是讲大义，因为六祖不认识字啊，肯定啊没有看经本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大悟。啊，明心见性的。那个时候，六祖24岁，很年轻啊。啊，五祖把衣钵就传给他了。半夜，衣钵传给他，叫他赶快走。啊，什么原因？祖师也是表法给我们看的嘛，也是叫我们学习嘛。嫉妒障碍不能避免的。啊，神秀跟五祖多少年了？在同学当中，他是首座，就是班长啊！啊，是忍和尚的助教啊！你看同学们讲：“哎呀，五祖要传法了。”大家心目当中想的肯定是传个神秀啊！啊，怎么会是别人？啊，现在衣钵传给一个从别的地方来的，那大家都瞧不起的。寺院里那么多人，啊，1000多人，那些人心能服吗？啊，五祖怎么把衣钵传给人家别人呢？不可能的事情嘛！啊，肯定要去把它追回来啊！大概老和尚年岁大了，一时糊涂，把衣服传给不相干的人了，所以屋子得赶快躲啊！最后你看，躲在猎人队里躲了15年啊，15年，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他就出来。这个教训呢，我们要记住。啊，释迦牟尼佛当年时开悟，到处讲经说法，记住真多啊。啊，六师外道的记住，那是其他宗教方面。啊，这是外人。啊，家里面人有没有嫉妒？有。提婆大都是头一个嫉妒他的。啊，佛有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德能，能包容他。啊，能够回避他，有这个能力呀、啊！啊，这些都是示现给我们看，佛祖成就都是那么样的艰难啊！我们要想的时候啊。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成就，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所以这一切障碍是不能避免的。啊，要用智慧，要用德行，要用耐心。
就克服。啊，一切障碍对我们来讲都是考验。我们关关都通过了，这及格了，你就成就了。有一关通不过，你就堕落了。啊，这一堕落，要不知道要到哪一生哪一世，啊，才能够再接着修。啊，真修行人，真正想在一生成就的人，不能不知道啊。自信给我们一切众生的反应是理解的，同时的，你要是真正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对于诸佛菩萨了那个感恩的心会升起来。为什么呢？无时无刻不在照顾你啊，无时无刻不在关怀你啊，比父母关怀儿女还要周到啊。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变成这个样子？是我们自己不回头吗？不知道学好吗？这自作自受嘛，有什么发生呢？无论我们在哪一道，畜生道也好，魔鬼道也好，地狱道也好，都是同样关怀。所以对于佛菩萨能升起真正感恩的心，你就会真正学习无住生心。无住是清净寂灭，佛门的术语叫大般涅槃。啊，在净土里面讲就是常寂光，啊，四土啊，常寂光净土啊，啊，实际上就是自信。回归自信了，啊，妄境还原了，啊，还原就没住了，啊，他生心，生什么心呢？众生有感，他就有因。这个印就是大慈悲心啊，大菩提心。所以涅槃的境界它不是死的，它是活活泼泼啊，因为这种境界里头，它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这很奇怪，没有精神现象，它活活泼泼的，它不是死的。啊，所以众生有感，它就有应。极其微细的感，它都有应。啊，再微弱的，我们今天这科学仪器探测不到，这是真的。啊，你想想看。这一念是一秒钟的1280兆分之一秒，这样微细的念头，无住心是真心，他能感应到啊，他感的反射就是印，印就是身心。啊，生什么心？绝对不是有意，他没有意，他没有念。啊，所以叫印呐、啊，众生有感，他叫印。啊，印呢是随顺感的那一方，
自己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楞严经》上说得好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这是感应的原理啊。众生求佛，他就现佛身；众生求菩萨，他就现菩萨身。他什么身都能现。啊，你喜欢什么，他就现什么。啊，能现树木花草，也能现山河大地。啊，所现的身，这就是这个应身。啊，肯定帮助你有悟处。啊，感应的道理，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很多。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啊，敏感明应，敏感显应，啊，决定有应，这个境界也是不可思议啊！啊，为什么？整个宇宙。啊，我们讲宇宙这个概念上没有佛讲的清楚，佛讲法界，法界比宇宙更有意思啊，无量无边的 啊我们看到华藏世界品才知道世界之大啊，我们天文家所讲的这个还没有出娑婆世界，那娑婆世界在整个宇宙是个很小很小的一点，微不足道啊！啊，宇宙太大了，自信太大了，宇宙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自信是一个了，所以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那你想想看，这个法界里头，每一尊佛的这个故土里头都有设法界。啊，一真法界里头，他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不会给你起感应道交作用。可是设法界有。设法界的众生起心动念，每一个念头都周边法界，每一个念头畜生无尽，含容空有，三种周边，这个速度太快了，就同时的，所以我们起个念头，不管什么念头。念头一起就周边法界，自信他统统收到，这信息收到，啊，他就有反应，啊，就像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一样，啊，他这个实验反应还相当迟钝，啊，还得费几个小时的时间。自信给我们一切众生的反应是立即的，同时的。你要是真正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对于诸佛菩萨了，那个感恩的心会升起来。为什么呢？无时无刻不在照顾你啊，无时无刻不在关怀你。啊，比父母关怀儿女还要周到啊！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变成这个样子？是我们自己不回头吗？不知道学好吗？这自作自受嘛，有什么发生的？
无论我们在哪一道，畜生道也好，魔鬼道也好，地狱道也好，都是同样关怀。所以，对于佛菩萨能升起真正感恩的心，你就会真正学习。那就有诚意来学习了。那有诚意，成就就快了。印光大师讲啊，那十分诚意，你有十分的收获了。不学还原观，我们对于这个概念还是模糊，不十分清楚。学完还原观之后，那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个感恩的心呢，踏实。对一切诸佛如来，再回过头对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真的。一切众生是未来佛，这句话也是真的。你肯定一世一世的在转变，一世一世的提升自己境界，一定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回归自信那一天。在人世间讲呢，这个时间很长，可是在摄报图讲啊，他那里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前后，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距离，这是无住身心的妙谛。如果还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我们就要晓得，凡夫啊，六道凡夫啊。人家说是你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自己要晓得是假的，不是真的。那假的能不能修成真的呢？能。我们今天发心，以无量寿经，以净土，现在是无经啊，无经一论来修行，那你是什么人呢？这诸位说就是阿弥陀佛，这经上讲的很清楚不是一般人讲的，祖师大德说的啊。夫众生之生灭心，处处能缘，独不能缘于般若。这是说凡夫心。我们也称它叫轮回心，出不了六道轮回，它的作用很大，处处能缘，能缘过去，也能幻想未来，这此界他方，它都能想，虽然有这么大的能力，佛经上说，内他能够圆到阿赖耶，外面能圆虚空法界，他就不能圆自信。般若是自信的根本，他圆不到自信呢，当然，般若他就圆不到。佛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这个都是凡夫心呢圆不到的啊，就是众生的生灭心呢圆不到的。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圆到呢？见性就圆到了啊，明心见性啊，哎，就圆到了啊，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都显现了啊。所以须未登别地啊，别教地上之菩萨，方能契入啊。别教初地就是原教初住啊，《华严经》上讲初住以上啊，这个别教是讲初地以上啊，这样的人啊，就是我们中国佛教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时候他就圆到了啊，方能契入啊，这个契入就是入自性啊，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明心见性啊。于无住时即生心，于生心时即无住啊，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啊。生心是现象啊，生什么心呢？生度众生的心啊。四弘誓愿里头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他怎么生心呢？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别教地上菩萨，原教十住菩萨，都是真佛。天台大师六界佛里面讲的分正即佛啊，在他上面呢，那是就近即佛啊，就近即佛只有一个，华严经上讲的妙觉位啊。分正即佛呢有41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41个位次都是分正即佛啊。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真佛啊，叫相似即佛，很像。为什么？他用阿赖耶，他没有转识成智啊。转识成智那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地上菩萨了啊，见性了。没转识成智就是没见性。那么这个是属于佛教常识啊，我们应该知道。他的应化是众生有感，他就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释迦如来当年在印度，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32相80种随行好的应身佛啊，现这个身相。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唐朝时候出现的啊，他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释迦佛没有两样啊，所现的是同样一个境界。不同的呢，就是他现比丘身啊，释迦牟尼佛现的佛身啊，32相80随行好的身啊。能大师在中国那是应以比丘身而得度者，他就现比丘身啊，真的在他一生当中度了40多位比丘成佛了啊，明心见性啊，以比丘身啊。
那么他现身的时候给诸位说，他就是无助。无助是什么意思呢？现的身相跟我们没有两样啊。这个身相也是早起晚睡啊，也是天天要吃饭要穿衣，没两样啊。真的有不相同的地方啊，不相同的。我们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没有，他没有就叫无助。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化身大事应化在世间。无助跟身心是一，不是二。一桩事情这就应化在世间。如果还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我们就要晓得凡夫啊，六道凡夫啊。人家说是你是什么佛再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自己要晓得是假的，不是真的。那假的能不能修成真的呢？能。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同名佛的名号无量无边呐，同名菩萨的名号也是无量无边观音菩萨不是一个人呐，你要是一个人就错了像在学校念书教授一样观音菩萨好比是语文教授。那我要问你，这世界上教语文的教授有多少？你就明白了，我们凡夫执着说观音菩萨以为就是一个人，这就错了，太多了，无量无边呐！修这个法门的都叫观音菩萨修般若法门的那都是普贤都是文殊菩萨，修十大愿王的那都是普贤菩萨修孝亲尊师的都叫地藏菩萨。这是学佛同学不能不知道的这么多菩萨当中，他境界同不同呢？不同。你看《华严经》上，从初性位到等觉位，一共52个阶级，他是哪一个阶级的观音菩萨？我们这三部经上看到的观音菩萨，就不是一个位次。《华严经》里面这个观音菩萨是好像第七回向菩萨，三贤里面第七回向。这个楞严经上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刚刚证得圆通法华经上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不一样所以是观音菩萨再来的哪一个阶层的观音菩萨，如果他是实性位里面的初性位观音菩萨是的，他是观音菩萨，他还没出六道轮回来他断证的功夫只等于须陀洹，但是他是修观音法门的
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我这是一问五十一个位次的，它是哪一个位次？差别很大了。啊，初住以上啊，那是分正位的菩萨了。啊，发生大事，真的发生大事啊！啊，如果他是实性位里头，从诸性到实性，他没有出十法界。啊，他修这个法门。不能说他不是菩萨啊！我们今天发心啊，以无量寿经，以净土，现在是五经啊，五经一论的修行，那你是什么人呢？给诸位说，就是阿弥陀佛，这经上讲的很清楚啊。不是一般人讲的，祖师大德说的啊。啊，你依照这个法门，啊，所以净宗是以果为因呐、啊，这个很特别，八万四千法门，啊，没有一个是以果为因的，只有这个法门以果为因。果是什么？果是阿弥陀佛啊！概要里头，后面黄老居士引用许多经论来说明这桩事情啊。所以，对于经教通达的人，他清楚。他不会执着啊，他了解事实真相啊，真正的成就一定是别教初地原教初住啊，才算是真正成就，没有到这个是相似即佛。在第一层的还达不到相似那我们就得加功用恨了从理上讲是名字即佛那人人平等有名无实，为什么呢？你自信是佛，所以佛在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开始学佛了，啊，很认真的学佛，但是功夫不得力，这个时候叫名字即佛，啊，你有名无实，啊，名字即佛，啊，功夫得力了，观行即佛。啊，观行位就不错了，啊，到观行位，在我们这个净土法门里面，就是讲的功夫成片了。观行是功夫成片，啊，决定生凡圣同居土。啊，那相似呢？相似就不是同居土了，方便有余土。啊，那是四义心不乱了。离业心不乱呢，生十报庄严土，那就是此地讲的位置，别教啊，地上，啊，原教呢是诸佛，是诸法身菩萨，啊，一层一层都得搞清清楚楚的，啊，我们一级一级往上去啊，往上提升呢、啊，这是对的。那提升的方向啊，一定要依照这个顺序，
要先放下执着。你说我先放下起心动念，不可能。起心动念你一放下不就成，那就是妙觉位了，那不是分证的，那是圆满证得了啊，那个做不到，这是不能不知道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